过期了。咦，又过期？啊，那个，哎呀，阎王，全部都过期了，哎呀，撇撇撇了撇。啊，唔该撇晒你的化妆品，有用耶。On duty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兰芝，阿兰芝是我呀。啊，你有那么些嘛该啊，就要带口罩，带口罩了啊。你有机会化妆些咩？阎王，去 check 一下你的那个啊，抽屉里面的化妆品是不是全部过期了？哎呦，沙洋想要丢掉了。哎呀，不要不要不要！哦，这些过期的化妆品有用啊！啊，快点跟点阿兰芝，不是空，不是姜。Number one， 面膜啊呀，你那铁的最好穿呢啊！去到哪里啊都要买面膜啊，买回来家里摆。我们的导演就是这样没有用，你看我现在就是拿住他的面膜，不要拿来敷脸啊！你们的脸烂掉啊，阿兰就不负责啊。但是这些过期的面膜可以拿来怎么呢？记得一个重点，不能敷你的脸，不是敷你的手手脚脚咯。阿兰芝每次都是拿这些过期了的哦。你女人最怕嘛该，最怕你的颈纹，我会跟她这样子哦，就敷在这个颈这样哦啊啊，不要弄到脸吗？啊，不要弄到脸啊，大概这边拿来敷手啊，拿来敷这些地方啊就可以了。嗯，没做得咯，拿来敷手敷脚啊，不要丢。还有呢，你不敢啊，拿来敷你的手手脚脚啊，啊，毛相干呢，这得用来做马盖啊，你可以拿来清洁你的家具啊，哦，或者是抹你的包包啊，啊，当你啊，老李工啊，你的 LV Gucci Gucci Prada Prada 啊，啊，莫乱乱用啊，用到不好你讲阿兰芝烂脚啊，啊，阿兰芝的背没有这样贵可以，哦，啊，它可以拿来保养哦。啊，当年阿兰芝要讲三次哦，你看你啊，面膜还抹盖了哦，啊，什么果山焕肤的，你抹一下跟你的包包翻掉就有了。Number two 啊，口红啊，讲到口红呢，今年 COVID-19 的牺牲品啊，很多人都是过期。先讲怎样看这个口红有没有过期啊？很简单，第一你开起来啊，有这个味道啊啊，就不能了咯啊，口红最多放三年，还有一个会长青苔啊。蘑菇我不懂啦，但是青苔会长啊，叫你这个口红千万不要拿来用了咯。这样口红可以拿来做什么呢？一刷一刷亮晶晶，你看啊，你看这啊银器啊，哎呦，暗淡无光了。我现在要给它滴了滴了，那过去的口红啊，啊，你给它涂点上去啊，啊，你看啊，我一边涂的时候啊，你已经马上看到它在变了，你懂吗？给，我们释放暗多啦啊，赶紧放清水啊。去冲掉这些口红就可以了。抹干净了，嗯，啊，你看看，有没有一样好？有没有？啊，接起来。啊 ，Number Three， 又是 COVID-19 的牺牲品，冇出门，嘿咩，冇用香水啊。这个香水呢，其实一般上啊，它大概是36个月的 warranty 啦。为什么讲 warranty 呢？啊，因为过了36个月啦，可能味道会跑掉一点哦。如果你放在给它晒一下太阳啊，又蒸发咯。这样香水可以拿来做什么？哎呀，阎王，我跟你讲，香水就好用了咯。哎，最简单的方法呢，就是啊，喷哪里？厕所啦，车。啊当做居家香薰都可以啊，但是有一个啊，你一定不懂的，滴滴滴，就是当做这个卸指甲油的水啊，因为它的成分跟这个指甲油的水有一个成分刚好一样，就是这个乙酯乙酸啊，来来来，马上来看看啊。啊，有的时候啊，今天emergency啊，你要卸指甲油的那个没有了啊，拿香水来顶当用啦，喏。你看，啊，嘿做得的啊。哎呀，嘿讲啊，东西摆开就撇，不是撇开耶，收起来有些东西啊，留起来发挥它的作用啊，是很珍贵的。所以写起来有没有？快点写给你的朋友们啊，不要乱丢化妆品啊，阿兰芝 on duty。